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政聚焦》。我跟大家解释过，我说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啊，呃，向黑人命贵下跪的和中共的团队是最大的失败者，啊，与他们期待的一切是典型的。原因，这些人都是曾经是在把持着各自领域当中相当一段时间，他们是精英，他们是金牌获得者，他们是金牌保护者和挑战者。 所以这是他们的位置。那无论从英格兰到美国国家队，到中国国女排，到这个男子双打、羽毛球双打、呃乒乓球混双、女子双打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完全都可以看到这一切的故事。我们跟大家讲述的也蛮多的，而且它的分类非常的清楚。到这个到这个呃呃，西蒙就是女子的呃美国女子的。 体操女皇出现了精神问题、心理问题、精神问题，呃，其实都是表现出一连串的，包括日本队的网球的明星，呃，全球排名第一的明星，他们全都是输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他们输的本身对于他们来讲无从解释，所以这是表现出来的。我以为是指黑人命贵结束之后呢，就是黑人命贵在这个。 这次的奥运会当中开始结束，而结束的本身呢，在唤醒着更多的人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这他叫梅根，他梅根啊，就是梅根儿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滑稽，在我眼睛里很滑稽的角色。美国国家队队长、前锋、同性恋者，充当女人充当男人，但是在美国女人的内衣的叫维多利亚，她的公司却今年请他。 请他去做他的模特，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是本末倒置，呃，妖精鬼怪兽的一种一种别扭的东西，对吧？她是女的，她自己做男的，然后叫觉醒觉醒运动，然后呢，她还要称霸一切，就是她是她是爷,爷，她是姑奶奶，她是爷爷，她是男的，她是姑奶奶，她是女的，那她可以目空一切，傲视。 傲视群雄，越傲视群雄，他是男的，但他参加女子足球比赛。呃，结果维多利亚呢是卖女人内衣的，却请了一个女人充当男人的人去做女人内衣。那你到底是要女的还是要男的？我讲的是这意思。那你这个内衣卖给是卖给女的，是卖给男的，还是卖给人妖，还是卖给妖人？那、呃、你得起码有个方向嘞。 这是今天的美国，这是现今的美国。那他呢，就非常的强横，非常的不可一世。那这一次呢，他输给了，结果输给了瑞典队跟这个，呃，加拿大队。一开始开场输给瑞典队，然后进入决赛的时候输给了加拿大队。他从来没有输过，所以就在美国，却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在互联网上。 所几乎大多数人呼，就是庆祝他们本身的衰败，所谓奥运偶像的崩溃。人们不，人们没有为美国国家队失去了进入决赛、失去了金牌的机会而懊丧，反而却是欢庆的。这是今天的美。